这是一辆开往冬奥的高速专列，这是一辆满载冰雪梦想与创新元素的复兴号动车，这是全球首次在350公里时速列车上用 5G 技术打造的超高清直播演播室，这是冬奥期间链接各大赛区、各大场馆、各大媒体的新型服务直播平台。欢迎来到 5G 高铁超高清专列。科技冬奥、5G 冬奥、超高清冬奥，这一切源于一个庄严的承诺，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分为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从北京北站到张家口崇礼的高铁距离为195公里，如何将这个物理距离变成一个不被时空阻隔的不间断的冬奥逐梦之旅？一个集合三大国家标志性创新技术的设想诞生了，在高铁动车这张国家名片上打造一个高铁 5G 超高清移动直播演播室，这是把高铁技术、 5G 技术与超高清视频技术完美融合的一次创新表达，在这里将实现轻量化、移动化、IP 化的全媒体直播，在这里将实现世界各国来访运动员及赛事的及时报道，在这里将实现在线包装、虚拟同框、多方连线、移动访谈，在这里将为全世界媒体提供实时稳定的超高清电视信号。高铁直播间，一起向未来。